就是测这个焦距的时候，需要把这个允许出光打开，然后功率按到激光器的10%，让它能出光就行了。我这个是1500瓦的激光器，然后150瓦就能出光。然后测焦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首先是把这个拧松掉，然后按这个开关按钮让它出光。然后就这样伸缩拉，这样伸缩拉，光能量最强的地方就是焦点位置，可以通过观察，在焦点的位置能量是最强的，它的火花也是最大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就是在零焦点这里就是我们的焦点位置。如果要测的话，就通过这个方法来测一下这个焦距在哪个位置。